老兵上课。汪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北京罗氏国际演艺公司的这个培训基地啊，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大，想请你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为了迎接北京这次奥运会，因为我们是最主要是这次美猴王，美猴王首次公演，全球公演在这里，在8月9号，所以我们为了这个，我们在底下都很辛苦，做了挺多工作的。然后现在，演员已经达到100多个，然后100多个演员，然后其中武术演员各队的演员，概况现在基本的情况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变。尤其是武术队现在基本上二十个人里面来说，差不多15个都是有拿过奖的，其中有部分5到6个都是全国冠军这样的。演员这个演员的队伍应该说素质来说是非常素质很高、我们的队伍也很强大。现在我看到一个这个培训基地整个场面非常大，像包括食堂啊、服装啊这些。那刚刚我看到那些服装都是非常华丽，而且做工很精细。对，那你们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是不是也花了很多？对，我们投入就是基本上是，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团体能够来像我们这样，然后投入的都是像影视一样，我们的服装都是可以，拿出来看，都是做工比较精细啊，有一些手绣的这些做工各方面，价格也是比较蛮昂贵的，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演员还正在紧锣密鼓的在这个练习哈，在排练，那是不是现在每天都是在排练，就等着奥运期间把这个剧拿出来？对，然后也是想着通过这次奥运会的这个那个推出，然后明年去巡回演出多伦多这一站的时候奉献给大家，然后让大家看一看，就是罗氏公司现在更加强大了，比以前有一个更大的飞跃。对，的确我看到的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整个培训基地呢，你们我刚刚听你介绍说你们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计划，就这个培训基地租用了将近10年时间。对，那就在这条路上罗氏国际演艺公司是打算要一直坚持走下去。对，一直走下去，应该是雷打不动，近10年是不会有变的。我们会一格一格慢慢节节高，会步步高，每一年每一部剧奉献给大家的应该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精美，越来越精湛。好，谢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谢谢。